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君。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灵摆的使用方法。在我们募资的活动里面，有告诉大家说，灵摆要怎么使用，我们会拍一个影带专章来跟大家介绍。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个灵摆的使用方法。在开始使用之前，有三件事情跟大家沟通一下。第一件事情，不讲灵。上过太医的学员都知道，太医推广的是科学的催眠，因此我们不讲灵，这一切都只是你潜意识意愿的展现。大家先记得这件事情，这一切都只是你潜意识意愿的展现。第二件事情，很多人问我说，我需不需要去买一个水晶或者是什么矿石，然后来当我的灵摆？不需要。比如说像这个东西，在家里你找到的任何重物，只要绑在一条线上面，它就可以拿来当灵摆使用，好，而且非常好用。放一块石头啦，或者是像这种铁钉啊，这是我去找到什么土地界标，好，这个就可以了，有一个重的东西，这样子就可以。或者你像我的一个学生，他非常的天才，他说，老师，我可不可以用我的手机来当灵摆？可以的，但是你要记得绑好，不然你就会一秒钟换新手机，这样子得不偿失。好，所以只要有任何重的东西，然后绑一条线，好，当做指引线，这样就可以了。今天拿来当做道具的，就是大家应该在赞助活动之后都有得到的一个太医专属的灵摆，一个太医的标志在这上面。好，使用的方法呢，有第三个我们要跟大家约定的，就是说使用的方法它有限制。灵摆它虽然叫灵摆，但是在催眠师有一个专有名词，它其实叫做雪佛式钟摆。而钟摆它问的问题不外乎是 yes no 要或不要，因此这三件事情先跟大家沟通。第一，不讲灵；第二，不限材质；第三，他回答问题有限制性， yes no 之类的问题比较好问。如果你要问说我男朋友女朋友先生太太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可能就要开始去玩碟仙了哈。好，要开始操作的时候，大家可以准备一个专业的道具，就是一张纸，纸上有写 yes no。 好，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这有一个文化性的习惯，当我们点头的时候是 yes， 摇头的时候是 no， 这就是为什么通常 yes 写在直向， no 写在横向的原因。使用的时候，摆锤对准中间，摆线放旁边，让个案深呼吸或者自己深呼吸，心中想一个想要问的问题。各位，一个问题，一次问一个。我知道你要问的问题可能有很多，但是先解决一个你认为最必要的问题。闭上眼睛之后深呼吸，问这一个问题之后，把手拉起来。如果你在旁边，你可以帮忙协助他定住之后，让他在心中问那个问题之后，就开始让摆锤摆动。好，各位，我的手虽然没有动呢，但是摆锤在动，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肌肉定位的变化。如果你不要使用这个 yes no， 看起来好像有点逊，对不对？好，我们来一个华丽的图画，增加它的可看性。噔噔，你可以使用像这一种的方式来画我们的讯号。通常我会跟个案约定，如果是顺时针，那就代表 yes； 逆时针，那就代表 no， 看你们怎么约定。如果要约定逆时针代表 yes， 顺时针代表 no， 那当然也可以。同样的，你只要让这个摆锤放在中间，深呼吸，闭上眼睛，问一个心中最想问的问题。注意咯，这时候获得解答是使用灵摆那个人的潜意识的解答，而不是我们给他的引导。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件事情。因此，当他拿起摆锤，
不管他反应的是 yes 还是 no， 这个都是他心中的想法。催眠师可以拿着灵摆来帮忙做引导或者同步这一些催眠所需要的步骤，而我们自己使用灵摆，它就可以为我们解决一些日常抉择的两难。其实很多事情你只要去做做看，如果不行换个方向就好了。灵摆的功能，它可以让自己在很混沌的时候找到一个方向。如果你的朋友有这些困扰，你也可以随时带着他出来帮他解决问题。你看我们的灵摆多好用，可以拿来当项链或者什么的。好，或者你像我一样随时把它随身携带在一个小包包里面，需要用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帮人家解惑。再重复一下今天灵摆的三个要点。第一点，不讲灵，因为灵摆会摆荡，它都是人类潜意识的展现。第二，我们的材质不限，任何材质都可以拿来当灵摆，只要你愿意。第三，他问的问题有限制性， yes no 要或不要。至于催眠师如何使用灵摆，那又是另外一篇我们需要讲的话题了。祝各位使用灵摆助人助己愉快。